了一筷子穿啊。现在拿回去，你给他拍下成分，给他做水。这大概都是一截面，半截细。不叫。哎呦，你干嘛弄一身？你圆圆。肉切成小块，现在做一点酱料，碗里这些大酱，给里面倒些黄豆酱、甜面酱，给两个酱碗倒一点凉开水，水倒进酱里面，把这搅拌均匀。锅里倒油，油烧红了，肉先倒进去。用泡的淀粉水给里面加一点料酒。这肉的油炒出来了，放下生姜和醋。熬的这肉明显，你看这块块变小。现在把刚配好的酱汁倒到里面。现在做不停的搅动。
给你做饭喝去啊，好吃。走了以后天气洗，来看，我给咱家倒些酱。嗯，要把我饭撒叫个饭，做事就好。对，给，好了，吃。啊，我要做。我辣椒得浇下，给，再给你点油吧。宝宝油，嘿嘿，宝宝油，嗯，那是宝宝油，宝宝不能要辣子。香不？嗯，对哈，这样。要给要他吃。嗯。老子的人是手一麻，老子的人一吃一喝嘴一麻，这一顿饭就结束了。